中华财经台。大家好，我是郑英杰，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台北股市现货以及一月期指今天出现个开低走高的盘势，中场现货小涨24点，一月期指小涨了51点。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个一月期指今天的变化，这是今天整个一月期指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行情呢，它是属于开低走高盘，其中呢最低价它叫8133点，在9点出现，今天的开盘价叫8173，开盘之后有先往下压到最低8133，在9点出现，接着开始开低走高，最高价在快收盘的时候出现，它叫8283点，在1点44分出现。今天的高低点的一个区间啊，总共有150点的区间，可以说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行情哦。那中场收在8280。那么在今天的行情里面呢，曾老师又要来做一件事情了。我想这件事情呢，我一定要跟投资朋友做一个比较哦。怎么样比较？很多投资朋友经常会告诉曾老师啊，他们手头上现在呢，可能有个10套软体，可能有个5套软体，甚至有些呢可能有8套软体。那么不管你现在手头上有几套软体哦，在我们节目刚开始之前哦，我希望投资朋友你先把你手头上所有的软体全部都把它打开，全部都打开来，因为我要来做一件比较。什么样的比较？我要拿我的这一套仙人指路2015年的精装版来跟全国投资朋友你手头上所有的其他的软体，不管几套，来做一个比较。我要拿这一套我个人所研发创造出来的2015年仙人指路精装版来跟全国投资朋友你手头上现在所有的指标来做一个比较。为什么我要做一个比较？因为我知道一件事情，今天所有的程式交易到最后，我讲的是到最后，到最后所有的程式交易，不管是1分钟、2分钟、3分钟、5分钟、10分钟、30分钟，应该没意外的话，开低走高之后，最后通通都站在什么方？站在多方嘛，没错吧？所以我要来做一个比较，比较什么？我要比较看看哦，你手头上所有的操盘软体哦，今天它到底在什么价位才开始翻多？这很重要哦，因为这会影响到你今天的操作哦。今天你的操盘软体到底在什么价位才开始正式的翻多？这个绝对会影响到你今天整个操作。而我们先来看一下投资朋友，如果你手头上还是在使用那种哦落后传统的红买绿卖指标的话，我们来看一下你的软体今天会怎么建议你做。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红买绿卖软体，我简单来说，开盘的时候它是开低的，开8173嘛，开低之后它要往下压嘛，这个时候你的红买绿卖软体一定是站在什么方？空方嘛。那我敢讲，这个地方投资朋友你一定大胆的去做。为什么？因为上个礼拜五美国重挫了将近400点，360几点嘛，那再加上你的软体今天又翻空，于是双重确认下，很多投资朋友在今天可能呢很有可能去跑去做空，而且呢有些还重压，因为看到这个美国重挫啊，然后指标又翻空啊，这么多利空的一个因素的情况之下，投资朋友应该在今天很有可能去压重注哦，去重压空单，结果呢压完空单之后，哇，大家这下戏啊，行情没有往下跌，反而是开低走高。而真正红买绿卖的软体，我敢讲它今天一定先翻空，到什么时候才开始翻多？我想一定是在这一条线。来，导播请拉近这一条线，我画得很清楚，它叫8229，整个拉远没关系，我用红线画出来，各位你回去看一下你的软体哦，是不是从这个低点涨上来，涨了多少？快100点，低点在8133，涨了快100点，再拉近来到了8230这附近，它才开始出现真正的一个所谓的翻多的一个画面，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很多红买绿卖那个落后指标啊，我说落后指标啊，就是落后指标来到8230它才开始翻多。那当然8230也是有钱赚，没错，它可以赚个50点，可是重点来了，一样在使用软体，我要跟你做比较，为什么你需要我这一套系统而不是使用红买绿卖软体？我想在今天会分出一个很大的一个胜负。而在今天的行情里面，我想这个行情也跌破了很多投资朋友的眼镜，明明美国上个礼拜跌了360-370点，明明你的指标所有的指标一打开，今天开盘都翻空，你也去做空了，是怎样你敢买啊？会输到这么惨是怎样？空单你有对没有对？但是我们说实在，
行情未给点冲起来，冲到100点，它才开始翻多。这一段我敢讲，投资朋友你一定不敢去做，绝对不敢去做。所以说，回归到一个原点了，我常讲哦，期指的操作到底要怎么做才会赢？我觉得投资朋友还是搞不懂嘞，到底要怎么做才会赢？你到底有没有搞懂？其实答案很简单，你也知道，它叫买最低空最高嘛。可是重点是你要怎么样事先知道高低点？你要怎么样事先知道？每个都知道，当中就是要买最低卖最高，你就能成为赢家。可是你要怎么样知道？而且是事先知道这个高点在哪，低点在哪？我说你都不用猜，从现在开始，你只要这套系统，2015年的精装版仙人指路实战系统，你把它带回家，你把它带回家，你绝对能够事先知道高低点。那真的有这么厉害吗？我想我待会会证明给各位看。我想一样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实战哦。今天还没开盘，我一样告诉我们的软体会员，你看看我使用我们这一套系统跟别家系统绝对不一样。第一个，使用我们这一套系统的会员，你根本就不用做试价单，有没有看到？我告诉他们，今天你就不用做试价单，你怎么做？你就按照我们这一套仙人指路系统，8:46，他告诉你的压力点，你去放空，然后怎么样？这8:46嘛，事先公布的嘛，然后怎么样？支撑点你就去做多就可以了。我说使用仙人指路精装版，你不需要像红买绿卖一样，每天跟神经病一样试价冲来冲去，不需要。你只要每天8:46，你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挂单加上等待。那么我说了，我们这一套系统跟其他红买绿卖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不需要等什么 K 棒收定，我们完全在8:46把所有的点位，包含做多的点位还有做空的点位，通通在8:46就规划完毕。那么直接来看一下，今天到底该怎么做？我说今天的红买绿卖软体啊，你回去有空看一下，一定是要冲到8230，几乎是这样。我讲个大概，就我判断，其他红买绿卖软体这么多年的经验，今天大概要8230以上，它才会开始出现翻多讯号。好，那请你仔细来看一下我们这套系统哦，在今天一开盘的时候，它是怎么说的？这个是8:46哦，请你看到这叫支撑两个字，支撑要干什么？支撑当然要预挂做多啊。刚刚简讯写得很清楚嘛，按照我们这套系统操作的会员朋友，来各位，压力点是不是预挂去放空，然后支撑点是不是预挂去做多，是不是就这么简单？那我们来看一下预挂做多到底在什么价位，请你张大你的眼睛来看，它叫几点？8139，在今天早上开盘1分钟8:46的时候，我们这套系统马上就算出来预挂做多的点位，它叫8139，也就是说，你使用我这一套仙人指路的精装版，8:46，你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叫做挂单，叫做等待。当今天开盘价它叫8173的时候，你什么事情都不用干，你只需要去做一件事情，挂单等待，预挂8139，多单进场，一笔单就是两口大台子，有没有很轻松？当然很轻松啊，因为一开盘的时候你不用猜讲，你就是按照我们系统告诉你的点位，然后就开始去挂单。像今天你一开盘的时候，你不用猜讲，不需要急，不需要慌，在开盘1分钟你就去预挂8139，多单进场。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有没有显示要做多，很清楚，8139盖住了今天的最低点，它叫8133，8139盖住了今天的最低点，它叫8133。那今天最低点刚好在现货开盘的时候出现，它叫8133。所以说在今天的行情里面，当你的软体还要等到8230翻多的时候，我们的软体早就在8:468139预挂做多，请再拉近，预挂做多。这个就是我们的软体跟其他软体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的软体足足领先其他软体，可能在今天里面有超过100点的一个行情，有超过100点的价差。很清楚的可以看到，今天几乎买在最低点，距离今天的最低点只有6点。所以我说我们这套系统是领先指标，为什么？因为跟其他红买绿卖软体比较起来，很多其他的红买绿卖软体，你今天可能等到8200以上，甚至于反应慢一点的到8230你才翻多，但是我们的系统是在8:46就告诉会员朋友预挂做多在哪里，8139。你想想看，光这一点的差距啊，就证明了怎么讲，我们的系统它就是真的是领先指标，而其他红买绿卖的软体根本就是严重落后的指标。好，那做多停利看什么？看压力嘛。那压力要不要猜？不用猜，8:46一样。预挂做空点位在哪里？8263。哦，这是今天的压力，你有没有看到压力？8263。所以说做多停利看8:46的压力哦，对不对？
那8139是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做完多单之后，后面的行情我们都知道它涨上去最高到8283嘛，但我们的系统算出来的高点压力点在8263，这一笔单多单涨上去之后，两口单就大涨了248点，叫做49600块。接着8263空单进场哦，又是两口大台子。那这一笔单我怎么带的？我说除了使用这套系统，你看完这个系统画面之外，曾老师还会帮你盯盘哦，可以避免掉不必要发生的赔钱损失的事情发生哦。你来看哦，这个8263我怎么带的？1:06，我一直盯盘盯到这个时候，参考8:46长波转折压力8263做空者，我们建议他就在成本附近试驾出场，有没有看到？建议短线成本附近试驾出场，那这是1:06的call讯哦，到底能不能出得掉？而且要在成本以下出掉，能不能出得掉？这个8263嘛，能不能出掉？我们来看一下，到了1:22，各位你还看到8258、8259，所以说这笔单虽然我们没有命中今天的最高点8283，但是这笔单我们呢用最谨慎的态度、最谨慎的方法，到1:06的时候，建议会员朋友在成本附近就试驾出场。这一笔单没有赚赔，所以我们来看一下1:06打完收工咯，我们明天再作战咯，我们今天光这个翻多的点位冲到压力点这一段，它足足大涨了248点，我想光是讲这个点啊，就足以干掉今天全市场所有其他的操盘软体，应该没有其他的操盘软体能够在开盘一分钟就算出来并且告诉你去预挂这个点位来做多。所以我说一套好的系统它必须要精算转折的功能嘛，这个我讲过了嘛，如果没有预算转折的功能的话，你永远在红买绿卖，你会发现像今天虽然你在8200以上翻多，这个是对的，但是你发现了什么？第一个8200才翻多，你敢不敢跟？涨了一大段才翻多，你敢不敢跟？那第二点，美国跌了那么深，你的软体翻多了，你敢不敢按照它的点位去做？我们的做法是它压下来到支撑点，我们请会员去预挂来做多，然后呢这个压力点我们请它在成本出掉，今天共计大涨248点。这个做法只要不一样啊，工具只要不一样，我说过你的结果就会不一样。当然我们还是要做一下强调，今天我们在电视上所讲的这一笔交易大涨248点，我要做个郑重声明，所有电视上的专业操作分析我们都只是在分析什么指数的涨跌点数哦，你有看到大涨248点，并非论述操作绩效点数，法令规范我们分析专业操作绝非保证确可获利，金融市场风险报酬共存，过去绩效不代表未来绩效。我想每一天呢，我们的电视节目上呢都是全国的观众在看，这个包含会员朋友以及非会员朋友通通都在看，我们没有规定或者是没有要求会员朋友不能看我的节目，那看你有贵啊，那我扣零会员每看我的节目，每天也都在看嘛，所以我必须要很郑重的告诉全国的投资朋友，不管你是不是有会员哦，来认真听哦，我节目上一定会做一个诚信宣言，我要讲给那些不相信的人听。亚洲奇网的节目内容，我在电视上所秀给各位看的文字简讯，还有这个软体画面啊，像今天啊，各位，我们在电视节目上啊，给你所看到的这个软体画面啊，请你仔细看。这个8139啊，跟这个8:46，这很重要。这个时间它叫8:46，这个预挂做多的价位它叫8139。只要呢，它的时间跟价位造假不实，我无条件接受退还会费。而这些文字简讯跟这个软体画面，都是我们的会员朋友实际收到的内容。会员朋友绝对是在8:46，绝对是收到预挂做多8139。如果你有软体的话，你绝对看到的数字还有价位，都是一模一样的内容。我说了，只要时间价位造假不实，无条件退还会费，这个就是我的诚信宣言。所以我在电视上我说过，我很不欢迎一种人，不欢迎什么样的人？不止一种人，我不欢迎以下的人来找我们。什么样的人？我必须要先小人后君子，先小人后君子，严正的声明，我们的节目，我本身亚洲奇王，我不接受试戴，也不接受试用的服务，没有试戴试用服务。我们不接受也不欢迎喜欢贪小便宜的投资朋友来找我们，不接受也不欢迎。你想贪小便宜，你想试看看的，请你去找别的老师。你去找别的老师，你不要来找我。我们的品质有保证，我们不接受喜欢贪小便宜的投资朋友来找我们，这第一点。第二点，很多人不相信我电视上所讲的，你也不用来电了。你甚至也不要看我的节目了。
还有一些人鬼鬼祟祟、偷偷摸摸的，不敢留电话的，鬼鬼祟祟、偷偷摸摸，不敢留电话，行动电话都不敢留的，你也不要打来了。好像做贼一样的人，你不要打来了，我们也不欢迎你。再来，想要杀价的，你告诉我别的老师比较便宜的，不用打来。我郑重的告诉各位，我的费用绝对比别人贵，绝对比别人贵。为什么比别人贵？因为我创造出来的东西有价值，这是我创造出来的商品，它有价值，所以你不要想杀价，想杀价你就不用打电话来了。再来，你根本就已经没有资金操作的，我说你就不用来电了嘛，你就没有资金做了，我给你的点位你也没办法做啊，我们根本没有办法配合，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这是这些声明，我想告诉投资朋友，你有这些情况的你不要来电，没有诚意的你不要来打扰，我们只欢迎有诚意的人来电，我们只欢迎有诚意的人来找我们。好，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我要先小人后君子。好，当然曾老师不是这么的严肃的人，我说了，人都是互相的，如果说你真的是一个很有诚意的人，我非常的欢迎你，因为我希望我们能够共同创造双赢的局面。所以说这个节目中场的资讯呢，我是释放最大的诚意，但是这个最大的诚意我是释放给有诚意的投资朋友。那有兴趣的投资朋友，我希望你也有诚意的话，你也真的想要成为赢家的话，善加把握中场资讯，让我们一起来共创双赢。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想吃泰式绿咖喱鸡吗？古盛绿咖喱新上市，好消息，好消息！曾老师为了感谢广大的投资朋友的支持与热爱，特别推出短天期试吃体验价来回馈全国投资朋友。棋子特别会员、选择权特别班、期权操盘软体，一鱼三吃，一次到位，一次让全国投资朋友拥有三项服务，一二三，三项服务，并且让全国投资朋友一次就成为主顾，一次就成为主顾，抢得先机，先赢再讲。即马落蛋，把手机啊举起来，立刻来电02-2578-3777，02-2578-3777，物超所值，让各位一次成主顾。天公伯啊，给咱冬天看，所以秋天也到，就伫树仔顶替咱穿一挂红记记的日头。天的好意，阮谦卑领受，温暖阿慢看看下，慢慢阿拍，变什么变？对早间无一适应，受到气过那造成，体着人心内有温暖，嘴内好滋味，即阵的辛苦都拢袂记。啊，若阮的气力，拢靠无用了后，一杯阿不哩蛋，明仔载气力。棋王团队期货操作给您三大承诺：一、每日一定出手；二、市价进出一定成交；三、停损停利严守纪律。我们拥有一套快狠准操盘系统，帮助投资人快速累积财富。快，多空立判机不可失；狠，顺势加码推升获益；准，停利停损确保不失。战胜期货，选就选最好的棋王团队，请拨02-2578-3777，02-2578-3777。洗肾时蛋白质会流失，可补充三多奶蛋白或三多奶蛋白加三多低蛋白，营养有精神。超越大盘，领先市场，挑战自我，掌握行情。市场的常胜军亚洲投顾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坚强的研究团队，准确的多空操作，稳健的获利绩效，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亚洲投顾带您迈向不同高度，开启非凡人生。您财富的管理专家，亚洲投顾，亚洲投顾，珍惜所托，真情照顾。咨询电话02-2578-3777，02-2578-3777。光喝乳酸菌不够哦，益生菌快饿死了。三多膳食纤维是益生菌养分，益生菌越多排便就顺畅，别让益生菌饿死，三多膳食纤维。棋王团队期货操作给您三大承诺：一、每日一定出手；二、市价进出一定成交；三、停损停利严守纪律。
我们拥有一套快狠准操盘系统，帮助投资人快速累积财富。快，多空立判机不可失；狠，顺势加码推升获益；准，停利停损确保不失。战胜期货，选就选最好的期王团队，请拨02-2578-37772578-3777。阿兰，我欠体力，胃口歹，人拢先倒倒。来，饮这罐三多补体康，这罐抗压的龟乐罐，有富硒氨酸生态，增强体力，够高钙加维生素 D 三，留住骨本，身体好。三多补体康，全营养一罐就满足。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相信一件事情，每一个投资期货的投资朋友，你们唯一的目的就是想要成为赢家，这是一定的。那么想要赢，你一定要找到方法。那我认为什么样方法你才能成为赢家？我说了，把它带回家，不要怀疑，就是把它带回家。为什么要把它带回家？因为你想赢。那为什么想赢要把它带回家？很简单，因为仙人指路的精装版。如果你是做棋子当中的投资朋友，你一定要准备这套系统。为什么？因为它如同周润发戴上了隐形液晶体显影眼镜，在8:46，它就透视了每一天的转折。真的有这么厉害吗？想要赢，一定要有方法。我们来看一下最近这连续几天的行情哦。我一天一天证明给各位看。我说为什么你一定要把这一套系统带回去？我说因为你唯一的目标就是想要赢。想要赢，你就要用正确的方法。那到底什么是正确的方法？我说过，做棋子当中最正确的方法就是买最低空最高，你就能够成为当冲市场的最大赢家。那以今天来看，红买绿卖软体一定是涨上去它才翻多，对不对？因为它开低嘛，它先翻空嘛，涨上去才翻多嘛。那我们的这一套系统，如果你带回去的话，在8:46，今天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竟然可以在8139就可以率先的预挂做多。那做完这一笔多单，你会发现，各位，今天来到压力点出掉，压力点在成本附近出掉，今天光一段它就足足大涨了248点，它叫49600块。好，这是今天的行情。那么上个礼拜五呢？上个礼拜五是这样的哦，你都很清楚哦。这上礼拜五行情最低价8206，对不对？如果你看得懂中文，如果你看得懂阿拉伯数字，如果你在8:46拥有这套系统，8209上下两点，我们看一下日期是不是12月18号，整个拉远没关系。这个低点预判参考地线转折，8209上下两点，你很清楚的看到8:46。我说每天8:46都一样预挂，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挂单预挂8209做多。做完多单之后，你说在哪里放空，要不要拆？不用拆，8307证据在这里拉近8:46。有没有很清楚？做多做空的点位都出来了。上个礼拜有348点的机会，这12月18号。再往前看，我说好的东西每天都不怕你验证，最低8176，对不对？我说很多事情啊，你如果不了解原因的话，你永远没办法成为赢家。当中最重要就是你切入的点位，你切入的点位会决定你的成败。来，一样在8:46，不用拉近没关系，8181两点，8181上下两点，你只要事先去预挂。预挂完之后，你几乎都买在当天的最低点，那哪有可能不赢？哪有不赢的道理？没道理嘛，因为你只买的够低了嘛。你了解我意思吗？8181做多，然后你说在哪里放空？不用猜，8293。做完这两趟，你看看又是248点。再往前看，这个12月16号，12月期指结算日当天，12月期指当天最低8112，我们可以看到预挂做多在哪里？8121，每天都是这样。所以说一套好的系统，我说了不怕你验证，每天我都证明给各位看。你看这个8121做多上去到结算又是200多点，你只要真的转折抓得够精准的话，最近的行情啊，每天你其实都有200点以上的机会，如果你也跟我们一样用两口大台下去做的话。齁，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方法的话，你就会发现棋子真的很难做。为什么难做？高点低点你都不知道嘛，你等于蒙着眼睛，你知道吗？蒙着眼睛跟人家打架，那怎么可能打得赢？那除非你是武林高手嘛，盲剑客嘛。啊，不然你变哪样啊？目睭青眉，目睭看无，你根本都唔知影观点，唔知影价点，
啊，你就想要赢，啊，敢有这麼简单？啊，你唔就当作别人咧做基础，拢白痴，无可能嘛，对不？你想赢，别人也想赢嘛。但是为什么我的会员能赢？因为他们就仿佛可以透视一切了嘛，可以透视一切嘛。为什么能透视一切？因为他们有这套系统嘛。所以说，在这地方啊，很多投资朋友这个来电啊，我们是很欢迎。但是我再讲一遍，我们只欢迎有诚意的人。这些没有诚意的人，再看一遍哦，自己看哦。没有试戴试用服务，不相信你鬼鬼祟祟跟贼一样不留电话的，不要来电。不相信的也不用来电。想要杀价，也不用来电，因为我确实比别人贵。没有资金，我也帮不了你，请勿来电非诚勿扰。想赢，真的不要理由一堆，哦，理由一堆，你只会用你的方法继续输下去。该怎么做？想改变方法。中场的资讯，请善加把握。我们只欢迎有诚意的投资朋友。明天见，谢谢各位。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是绿咖喱鸡吗？古胜绿咖喱新上市，好消息，好消息！曾老师为了感谢广大的投资朋友的支持与热爱，特别推出短天期试吃体验价来回馈全国投资朋友。棋子特别会员、选择权特别班、期权操盘软体，一鱼三吃，一次到位，一次让全国投资朋友拥有三项服务，一二三，三项服务，并且让全国投资朋友一试就成为主顾，一试就成为主顾，抢得先机，先赢再讲。现在就可以把手机拿起来，立刻来电02-2578-3777 02-2578-3777，物超所值，让各位一试成主顾。林思卷，手机收好了。哦，换手机了，你打我号码。喂，请问是林思卷还是韭菜盒？你累了吗？韭菜盒，宝利达蛮牛，精力充沛，宝利达蛮牛。棋王团队棋过操作，给您三大承诺：一、每日一定出手；二、市价进出一定成交；三、停损停利严守纪律。我们拥有一套快很准操盘系统，帮助投资人快速累积财富。快，多空立判机不可失；狠，顺势加码推升获益；准，停利停损确保不失。战胜期货，选就选最好的棋王团队，请拨02-2578-377702-2578-3777。洗肾时蛋白质会流失，可补充三多奶蛋白或三多奶蛋白加三多低蛋白，营养有精神。超越大盘，领先市场，挑战自我，掌握行情。市场的常胜军亚洲投顾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坚强的研究团队，准确的多空操作，稳健的获利绩效，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亚洲投顾带您迈向不同高度，开启非凡人生。您财富的管理专家，亚洲投顾，亚洲投顾，珍惜所托，真情照顾。咨询电话02-2578-377702-2578-3777。光喝乳酸菌不够哦，益生菌快饿死了。三多膳食纤维是益生菌养分，益生菌越多排便就顺畅，别让益生菌饿死。三多膳食纤维，棋王团队棋过操作给您。